今天来到济南镇市佛梁县第一幼儿园拍摄2000人的大型亲子运动会的宣传片。童年有限，童趣无限，你们负责开心快乐，我们负责记录。今天来到济南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。别看今天的房子是老破小子，还是个毛坯，但它的位置啊是真的好，还白给你个大大的花园。不笑他突然清醒了。你会在哪一个瞬间对他说我？还有一个，翻译再翻译。在没有人的陵园，雷达。昨天晚上还看到我在家上去。Stay hungry, stay. 把房子的价格打下来，却受到了处罚。你以为是一楼？错，房子真是个好东西，可以娶老婆，可以带。算对了。你买这么多珠宝，光是买也不卖，那将来你的珠宝给谁呀？通通要留给孙女。你又有一套新的珠宝，我也没见过，你这么多钱买呀？宝贝，你没见过多的去了，这是30年前买的，正宗的帝王绿。一看就有珠光宝气，不同时间买的耳环戒指。